香港是一个东西文化荟萃的国际大都会，每一年各种中西的节庆和盛事活动是令人目不暇给。香港旅游发展局特别将2010年定为香港节庆年，头炮项目就是今晚的贺岁花车巡游汇演，正好为全年多姿多彩的节庆和盛事揭开序幕。旅游业是香港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，特区政府致力发展优质的旅游基建项目和设施。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推行海洋公园和迪士尼乐园的扩建计划，并且全速兴建启德新邮轮码头。我们亦会继续透过盛事基金支持更加多大型盛事在香港举行，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地位。此外，今年是中国世博旅游年，我们欢迎海外旅客参观上海世博会，并且顺道来到香港旅游。